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直言摸英语的第42期。啊，上节课咱们给大家讲了，就是你这是几点关门啊？但是如果客人说，那如果我这个，比如说你九点关门，客人说，那如果我九点到呢，这个怎么算呢？啊，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他，啊，我们几点到几点就是开始停止营业，就不能再接任何客人了。啊，你就要比如说这句，第一句 ，8 o'clock is a cut。8 o'clock is a cut， 这个 cut 在这里边的意思就是，啊，是这个我们不接的这个点，啊，只要到8点整，啊，比如9点整我们就不接了，啊，7点59还是可以的，啊，8 o'clock is a cut， 这个 cut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那，啊，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银行数钱的话，啊，你就给那个经理会告诉他，啊， $1,000 is a cut， 就是说啊，1000块钱是一个点，你到1000块钱就是不要再数了，把这个钱就捆起来啊，或者是500 is a cut， 啊 ，8 o'clock is a cut， 就是8点就是一个终点。As long as you walk in before 8 o'clock， 就是说 as long as 就是只要你怎么样，只要怎么样 ，as long as you walk in， 只要你啊在八点之前走进来，然后怎么样呢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啊，只要你八点之前走进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接待您的。啊，这个 take care of you 这个有很多种解释，放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意思。啊，比如说放在这里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就是我们还会接待您的。啊，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呢，啊，会有不同意思，这个就要看你这个语境了，这个环境怎么样。OK， 再读一遍 ，8 o'clock is a cut。As long as you walk in before 8 o'clock,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8 o'clock is a cut. As long as you walk in before 8 o'clock,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好，第二句，前两天有一个学生问我，就是如果说你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士啊，各种气质啊，皮肤什么都好啊，你这个你要怎么去夸她呢？啊，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这个经验。因为我以前曾经，我做前台的时候，我说这句话要求了很多很多小费，啊，有点离谱。Did it hurt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Did it hurt? 就是说，哎，疼不疼？啊，什么情况下疼不疼呢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就是你从天堂上掉下来的时候，啊，你摔得疼不疼 ？Fell 就是摔倒，啊，摔下来，坠落。Did it hurt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啊，就是你从天堂掉下来的时候，你摔得疼不疼呢？言外之意是什么？就是说，啊，你这个你应该是属于天上的东西，你不应该属于人间，你已经美得不可方物了。啊，就这个意思。但是有的客人他，啊，有的时候反应脑子反应比较慢，他听不懂，就说，啊，他会问你 What does it mean? 啊，或者 What's that mean? 啊，就是你这个是啥意思？啊，你就要告诉他 ，It means。You look like an angel. 啊 ，an angel 这块有连读啊，辅音结尾，元音开头。啊 ，you look like an angel， 就是说你看起来像一个天使一样。啊 ，it means you look like an angel. 啊，我以前做前台的时候，这个客人经常来给15块钱小费。啊，我那天我这么一夸，给了20，啊，多5块，多5块15块。好，咱们再从头来看一下。8 o'clock is a cut.As long as you walk in before 8,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8 o'clock is a cut. As long as you walk in before 8, we will take care of you. 第二句 Did it hurt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Did it hurt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Did it hurt when you fell from heaven? 第三句It means you look like an angel. It means you look like an angel. OK， 各位男同胞们，这两句话要学起来。当你以后真的碰到老外，觉得这个长得非常漂亮，你就这么夸他，他一定会心花怒放的。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如果再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还会给大家讲出来。OK， that'll be all for today. I will see you later. Bye.